刚一进大地，让我看到一个让人感动和心酸的画面。有些事我们总身不由己，有些人总对你冷眼讽刺。兄弟们，山东费县朱天镇大地，看见了吗？小夫妻做生意，还带着孩子。他几岁了？马上一岁。马上一岁。11个半月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女孩。嗯。你怎么还带着他赶集呀？没有人看孩子呀。哦。俺老公正好他忙他的事去了，他忙完11点多钟才来做妈妈。哦。叫他们去看。嘿嘿嘿。小美女一直看着我，哎，冲我笑呢还。你也听话，也听话是吧？嗯。你们几点过来的？我一般4点起。4点起就带着他吗？啊，我上下来有5年。他就跟着来。啊，他跟着来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做个小生意是吧？啊，为了生活，你真的，为了生活，你这个干什么，你都得有付出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每天坐家里。小孩是凶他了，大人也吃不上，是吧？对。嗯。哎呀，他吃的葱。吃的葱。给什么吃什么呗。俺闺女听话，他给什么吃什么，给什么他就弄什么，反正有点吃的就老实了。啊。哎，还冲我笑呢。啊。就上哪吧，要是忙不忙的时候，我就上哪干什么，我就陪着他。哦。我有的时候背着吧，这背着吧，这天太热了。背着他太热了是吧？这天太热了，大人受累，小孩受累，我就把床全拆了。哦。我就干什么吧，就让陪着，他也听话。反正给他起好，他也听话。让人心酸呀。给我，你卖的地锅羊汤。啊对。给我来碗羊汤。行行行。还得拽着他。你把它放在那个凉快地方吧。哦，我放这儿就行。啊。现在对。嗯，多少钱一份的？多少？15、20、30都行。15、20、30都行，给我来份30的羊肉的吧。30的纯肉的。纯肉的。行。这个画面，让不让人感动？让不让人心酸？我就愿意支持着艰苦创业的小年轻人们。哦，真难活啊！嗯。像这鸡上面一个鸡能卖多少？卖好了卖2-3只羊。卖好了是吧？哎，要是不忙就卖个把羊。我看这我赶了好多大鸡，都是上岁数的卖羊汤的比较多，年轻的少呀。都不爱出那个力。年轻的现在受不了这罪。赶集确实是太累了，确实太累了是吧？像我吧，我也就赶集赶着买点东西，能干了活。嗯、你上班也没人要呀，还得看孩子。对对对对，带着孩子。哎呦，困了。干什么工作？人让看孩子？没有。等有条件了，条件好了，我的愿望就是开个饭店去。买个羊肉汤，在屋里，小孩能在屋里玩，很务实哈。伟大的母亲。嗯。这都是羊肉是吧？羊肉。嗯。这是什么羊呀？啊？什么羊肉啊？山羊肉。山羊肉。哦。家里养的。嗯。一边挣钱，还得一边看孩子。哎。生活不易，这山东大